的管材制造企业，质量把关严格的管材企业，他们的生存状况是如何呢？来看记者的调查。2014年107，它的批发。对，这个管呢是哪一班生产的？啊、哦，什么规格？那我们是用雷射的打上去的。相当于一个可追溯机制。你看这外表这么皮，而且这么光滑，这个很重要的。